在些年年发展黑夜下一旦重要的事情，因为地发展工程下国外东农业生态环境韩国国土规划了每黑夜下一旦重要的课题。对呀，推求公民的经费今年还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对生态保育国土规划也到东东的面向来进行建议。同时美国以及保育类的动物生物按照原来在工程的发展下独独的威胁。母猪太太类艰辛奋斗，从爆改生鸟，系一级哺乳类动物。不过，在安东年来，古身体面面临工程开发的威胁。就地球公民基金会的调查，苗栗县工程开发中百二十案当中，外八项系土生鸟界重要古身体，三加那三项五个案件收到保障。有蛮多在这个乐趣的暗藏，最后审查是通过的，然后让我们。就是，但是县政府也没有很明确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些案场可以通过或不能通过的原因。奇力泼出来的问题，的确是设置案场的确会造成这个影响。那我们其实基金会想的其实是说，应该先透过一个比较整体的规划来去判断说，这个奇力它承载量是多少。宽团美工在满苗栗建界审查基础当中，刚才针对两公顷内界工程案，有三阶段审查机制，面积超过两公顷的开发案，三无单一生态把关机制，近期做势表态的建议。两公顷以上的都是依照营建署的审议机制去做审议。那我们的审议委员其实也有邀集这个生态的专家学者这样子，所以这个本来就有这个制度了。那是因为两公顷以下没有这个制度，所以。当时就是处里面才去列了一个三阶段的审议。调查报告度除了指出生态保育无法规公器把关，未针对空间开发、农业产业等等面向做讨论。宽泛指出，供电发电应用的范围动态，涉及到经济部、农委会等等业界部会，福建行政院应该全面打合，用内通规划来检讨农体供电发电。空间计划先到位。空间计划先到位，农与光电要对话。卡卡新闻，其中最重要一篇台北报道。